现到了一个人，我迷路了。白痴，他在那边啦。我大当然会迷路啊。走啦走啦走啦，真的很白痴啊你。究竟这一群刮到了三姑六婆买了哪些时尚单品？广告回来竟同内见真章。锵锵为了赢得胜利，竟然搬出秘密武器。这家伙真的是我最好的。哦，哇！你讲话为什么那么会那么没有感情？这边那么大，当然会迷路啦。你有什么背稿啊你？你真的是感冒哎，真的是感冒。骗人！他哪天讲话也是这样，他每天讲话都把这样，他真的真的很骚心啊，真的是感冒。你是邪心吗？老板都不让我发假，我肚子饿了。他也是啊，比较好。所以有碰到障碍吗？我刚看你还拿照片这样子。对，我发现我照片上的值钱很好用。有吗？你强迫的吧？就是拿去换人，他们都很乐意接受。然后说哦，这个会值。我听工作人员讲，那天你蛮不爽鬼鬼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他都用了老招。怎么说？就是我去换的时候，他还跑过去说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他就拿到东西，我就觉得不高兴。常去那边吗？常去五分埔，是五分埔熟客。所以，所以你在那边感觉就是如鱼得水这样。嗯，就是跟就是店家都已经很好，就是店家会请我喝什么红豆汤啊，什么饼干。真的？你没有这种吗？好大的。没有，有到红豆汤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可以考虑选胜利奖啊，真的是。对啊，是拜票什么都 OK 的。对，红丝，你是说挑不到衣服啊？嗯，挑到晚上就超犹豫的。我觉得就是，而且你知道，店家都很容易会说，哎，你这就身材很好，穿这样很漂亮，就觉得，啊，那我到底要不要买？就很容易被他们这招骗到。对啊，然后你有事情要跟大家爆料？对，我是要跟他爆料。什么事情？这家伙真的是我的最好的队员。他今天早上非常热烈的发了他的名片给大家。名片。重点是这家才17岁哦，我跟你讲，就拿了那个名片在这里。有名片有吗？我来念，名片上面写他的名字叫林嘉玲，后面他的抬头哦。抬头是什么？董事长的女儿。我看一下。真的。他是写董事长的女儿，你爸爸帮你做的吧？等一下，有疑问。请问一下，你的名片都要发给谁啊？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爸做的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不想要我的名片。哎，重点是他英文名字还打错。然后我跟我爸说，这种名片拿学校去很丢脸。他硬塞给我，那时候他骂我，抽查我提报，说硬塞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不懂利用资源，全班的人给我发一张塞进去里面，然后又不好意思拿出来，就很丢脸呐。董事长女儿，先对，我小的收下了，小的收下。重点来了，所有的衣服他们都买齐了。今天呢，
真的要选出一位，因为这个呢，再次讲一下，我们的奖品非常非常的丰富，就是呢，可以到这个春天酒店去泡温泉，还有住宿，这个价值30000块。然后呢，后面还有整洁的 SPA， 还有按摩、去角质，所以总共加起来。